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络电视。圆满成功，祝在座各位诚信而来，满意而
而归，有所斩获。谢谢大家。中华魂，桥为媒，大平台，新动能。创字号呢，正好顺应了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海外华侨华人为祖国创新创业，国际范，那就是刚才邱生讲的，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交流的一个大平台。比如这一次华创会第十六届华创会，光海外的来自海外的嘉宾有1200多人，来自60多个这个国家和地区。中华魂，所谓中华魂，我们这些年看到很多华侨华人以及技术、资本、智力回国来创业，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我们更看到了我们海外华侨华人拳拳赤子之心，以产业、以科技、以自己的智力报效祖国，回报自己的祖国母亲的这个赤子之心，我们深受感动。桥为媒，这个由华人华侨的人桥变成智力之桥、资金之桥、技术之桥，把你们的聪明才智和祖国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可以说呢是桥的效应变成了大桥之桥、连接的效应。另外，这确实是一个大平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新动能，也就是说，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靠什么？由新常态解决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优化的问题，靠什么？靠创新，靠创新产生的新动能。那么就这一点，刚才邱生讲到的效益问题啊，成效问题，我们湖北省作为承办单位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兄弟省一起共同来办，我们近水楼台更感到了它的效益。我报告两个数字，12.5期间5年，我们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7.2%，但是呢，我们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4.3%，这充分说明这两个数字充分说明了华创会的这个效益。那华创效益在一省的效益，我想今天来自全国很多这个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同志他们也是受到了这个收获很大，效益很大。那么今年是第16届华创会，华创会年年搞，今年的华创会我们认为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前不久中央召开了科技三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全国院士大会、科协九大，这个全国这个科技三会总书记发出了向创建科技强国这个目标奋进的号角，战斗号角，极大的焕发了全国人民、中华人民，包括海内外华人华侨振兴中华、复兴中华梦的中国梦的这个空前的热情。那么科技三会特别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可以说从科研团队这个资金使用、积极性的调动、股权问题、报酬问题、制度安排创新是空前的，力度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极大的焕发了全国创新创业的这种热情。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召开16届这个华创会，我想一定会收获更大的成效。全国啊科技三这个科技三会回答了3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华创会的主旨，也就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崛起的中国梦靠什么？靠创新。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才能够结构优化、升级转型、提高质量效益、成功的进行供给侧结合型改革？靠创新。我们如何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靠创新。所以说，这都是在这样一个新的金融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技三会的大的背景下举行16届华创会。我相信这是我们中华儿女包括海外华侨华人进行创新创业的一个新的征程的开始。本届华创会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效。那么作为我们湖北省多年来在华创会的推动之下，特别在18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发展的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贯彻全国科技三会，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一个是我们的科教优势，全国3大或者也好4大也好科教中心，光武汉市一个市在校大学生120万人以上，120万以上，我相信在全国第一，在全世界也是第一的。我们的科研机构两院院士的拥有量这都是全国的一个高峰。我们有这些优势。另外呢，我们贯彻落实这个中央三会的精神在华创会这种推动之下，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激励创新创业的这个政策制度性安排。比如说我们有20条湖北省政府鼓励科技创新的10条，我们省人大有科技创新条例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我们武汉市有武汉市促进科技创新10条，我们正在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鼓励创新政策，我们落实全国三会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创新驱动方面的这些制度性安排，从审计、财政各个方面来这个推出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另外一条呢，我们认为要把我们的科技创新、创新驱动呢向更高层次发展。我们还有一条，大家来到湖北、来到武汉，肯定是很关心我们的创新创业环境，这是最重要的。我在这里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表一个态。昨天酒会的时候，华彬集团的董事主席严彬先生给我尝了他的这个新的产品，叫 Water 这个水，纯净水，这个纯净水，他说这个水是世界第一水。我在这里不是替这个严先生做广告啊，但是我认为他这个水，今天我们在座的台上都有，这个水来自于我们湖北省的涂溪县，既是扶贫项目，又是那里去做纯净水。我为什么讲这个水呢？我觉得纯净水，我们今后湖北省我们的投资环境、创业环境，就按照纯净水的标准，让来到湖北、来到祖国创新创业的华人华侨，像喝 WOS 这个水一样，甘甜、可口、宜人。我对这个纯净水昨天晚上我回去一琢磨，也是其中有深刻的含义。微就是微水顺利，
off。 什么胜利呢？两个 S， 成功成功。祝我们第十六届华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会在江城隆重举行，在此向莅临盛会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把科技创新摆在决定民族复兴的高度，吹响了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在这科技创新的又一个春天，始终高起创新创业大旗的华侨会，必将为华侨华人归国创新创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必将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平台。一年前，也是在这里，我向各位诚挚的发起邀请，希望大家，希望与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者结为武汉城市合伙人，共担风险，共立艰辛，共创未来。一年以来，武汉城市合伙人计划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越来越多的创新创业者踊跃响应，纷至沓来，与武汉阶层合作共同体，奋斗共同体，共同追求和成就创新创业的时代目标。在这里，我想和各位分享两个城市合伙人的小故事。第一个，受媚平生的两位海归大家，因城市合伙人结缘，携手在光制造新能源领域实现颠覆式创新。前不久，世界上第一台飞秒薄膜太阳能设备在武汉问世，它能够像印报纸一样印出太阳能薄膜电池。它的创造者就是武汉的两位城市合伙人陈一冰、曹强东。陈一冰，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主要从事印刷光谱技术研究，但是因为受制于现有的加工技术和生产成本，一直难以产业化。曹强东是美国洛彻斯特大学的博士生，长期致力于飞秒激光器的研发和产业化，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产业领域将这项加工技术的最大功效发挥。去年底，两位在武汉的一次创新创业活动上相遇，一见如故，一拍即合，萌发了合作创业的想法。他们两位今年初成为武汉城市合伙人，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他们强强联手，不到半年的时间，一举突破长期以来的瓶颈制约，实现了印刷光电产业从零到一的突破，开启了世界光制造新能源的全新领域。第二个小故事，他走过谷歌、阿里、万达，最终选择与武汉结为城市合伙人，梦想再出发。在光引申着国内外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全套购物中心 O2O 商业服务的公司，当购物中心上线，他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加快实现。这样的创业故事每时每刻都在这里上演，这样的创新创业奇迹随处随地都不断的涌现。武汉，一个缔造传奇、
诞生奇迹的地方。短短两三年，独角兽企业从无到有，异军突起，互联网创业从默默无闻迈向全国第四城。在中国创新创业版图3+2格局中独占一席，在光每天有6场以上的创新创业活动，每天诞生60多家新创企业，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29家，孵化器2017家，重创空间108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3.8%。武汉正在加快成为海内外创新创业者向往的创业圣地。各位华侨华人朋友，前不久李克强总理视察湖北武汉，要求湖北挺起长江经济带的脊梁，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希望湖北武汉在创新发展和动能转换上走在全国前列。武汉作为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点区，迫切需要更多的城市合伙人与我们一道携手建设更加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共同谱写创新创业的更大奇迹。为此，我们正在致力于：第一，让创新人才真正发挥领军作用，建立合伙人参与创新决策执行的机制，在产业创新中参与定战略、定方向、定政策，参与调配创新各种要素资源，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主导力量。第二，扮演好第一个用户的角色，将整个城市打造成创新创业试验场，勇于第一个吃螃蟹，支持推动城市合伙人创造出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武汉各个领域先行先试。第三，打造一批一业一居的创意，拿出城市中心生态环境最优美、服务功能最完备的空间，量身定做最优的政策服务体系，营造最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让合伙人聚集在这里，更加便利、更低成本的成就创新创业梦想。第四，始终做合伙人的坚强后盾，探索实施支持创新创业的包容试错机制和法规，持之不渝的尊重创新、宽容失败，让合伙人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也受到尊重，有尊严，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总之，我们将竭尽所能给大家最高领域、最优服务、最好环境，让武汉成为创新乐园、创业家园。为此，诚挚地邀请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世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者发出诚挚的邀请，希望大家都来与武汉结为城市的合伙人，携起手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中破浪前行，成就你们的创业梦想，推动大武汉的全面复兴。最后，预祝本次华创会圆满成功，祝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在武汉期间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各位。书记讲的是机遇，我想谈谈华侨跟湖北的缘。
我15岁的时候，我是36年前出国，20年前回国投资，出去是淘金，回来是投资。69年，我15岁，在河南还没插队，做了个梦，想到武汉。当时的武汉，69年，想来干什么呢？想来当兵，因为兵啊，泡这个带兵的人泡了3个小时。我母亲呢，给我借了一辆自行车，永久牌的，大亮盒，一出来，自行车丢了。我母亲为这个事啊，吃了3年的咸菜。这个梦呢没做成，兵没当成。当红牛到了武汉以后，我们湖北的重阳县的一位老大妈听了这件事，到北京专门又送回了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这是我的当年想到武汉来的梦。刚才省长讲，书记讲了快速发展，我也讲两个数字。第一是到了湖北这些年做了400亿的产值，40亿的税收，当然还有企业啊80亿的利润。对湖北这样一个15岁开始做梦啊，把自行车丢了，到现在又站在这里，要感谢国务院侨办，现在真的站在武汉这个讲台上，把这个梦做成了。2周前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侨办的精心安排下，总理讲了，华人是中外友好的新时代，创新发展，祖国统一的连心桥，创新发展的参与。在湖北这些年最大的感受，刚才是对这个执政党，刚才两位你看看，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啊，都是在对企业说话，替华侨说话，这个很温暖，也没有那么很谦卑他们。所以说啊，这个梦当时15岁做梦，到现在虽然做了点事情，还想跟大家讲讲。刚才说书记这不是给打广告，社会责任，华侨来了50多个国家，现在去年这是全球第一品牌的水，华彬集团现在收购了，我们现在有红绿蓝金4个板块，但是也是个原则，竹溪现在是最贫困的县，作为企业有社会责任，这个水也就在我们的竹溪县。这个我想跟大家，也不是做广告啊，现在红牛是60亿罐每年，在湖北
再创一个红牛，在我们最贫困的县，也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也是执政党和政府希望我们企业干的再做一个梦，再创一个红牛。刚才讲了有120万人的学生在湖北，我们这一代人也没有读大书，直接会插队，很希望这一代在湖北这些120万的学生为他们做点事。所以说啊，今天很值得纪念。刚才我问了这个甘省长，这个会是不是每年的这个时间，他说是个好时候，每年的这一天这个地点。我们文化基金会啊，我们现在今天也给各位宣布点事儿，为这个产研学基金捐助5000万人民币落户湖北，谢谢各位。大家早上好。刚才呢，各位领导讲话都带来了很多好的政策。咱们企业家讲话捐了5000万，我这个科学家站在这儿，我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在谈创新，创新呢是一个科学家的本职工作，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大家都对创新感兴趣的时代，我们作为科学家特别感到幸运。我是做植物科学工作的，但是我今天呢，我不想给大家去做一个植物学的讲座，我想给大家介绍四个人物，四个名字。这四个名字呢，大家在座的不一定听说过，但在我们科技界都是大明星。第一个人物 Norman Borlaug， 他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的一个奠基人，他是一个小麦育种家，他育的小麦从不卖小麦变成高杆不高产容易倒伏的不能够施很多肥料的小麦，育成了矮的小麦，能够施很多肥料能够高产的小麦。哎，这个高产救活了很多亿人，很多艺人。Norman Borlaug 他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个诺贝尔奖没有一做这个植物工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很有争议，但是呢，这个呢，诺贝尔和平奖还是含金量很高的。这边一个呢，等一下，这边。另外一位，我想可能有些人知道，是咱们的袁隆平先生，他也对这个绿色革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他做出的这个杂交水稻提高了产量，使更多的人有饭吃。下一张，他们贡献在哪呢？我们看哈。在这个前面几十年，人口增长了很多，但是呢，土地可耕地呢基本上没有增长，增长很少，但是产量呢一直在增长。哎，粮食产量也在增长。没有这些增长，没有这个绿色革命，咱们很多人就像是在20-30年前一样，咱们很多人都会挨饿肚子，吃不饱，穿不暖。但这次呢，这是一场非常伟大的革命，这个第一次绿色革命，
这个绿色革命使我们有了饭吃，但是呢，也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大家看到，现在很多这个沟河都像现在这样，都被污染了。这也是这个绿色革命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个问题。这就因为这个我们滥施化肥，要高产要施化肥，化肥这个植物吸收不了，流到这个沟河里面去，是这个里面的水营养固体化，生长了很多绿藻，但是呢鱼虾都不生长。这个绿色革命呢还必须施用很多这个杀虫剂，使用农药，这些农药不光毒死了害虫，也毒死了很多有益的动物。还前面也没问题。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呢变得越来越恶劣，随着这个气候变化，这个干旱盐碱，是的，各种这个严峻的这个恶劣的气候呢，这个越来越频繁。咱们的国家呢有18亿亩的地的这个红线，这国家这个政策呢非常严格，一直在把守这个红线。在这个红线同时呢，其实呢我们国家有10几亿亩的盐碱地，如果能够使植物抗盐，利用起来的盐碱地，那将对我们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再下一张。因为面临了这些问题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需要更多原创性的工作来面临来去应对这些挑战。所以呢，在几年前，在2012年，在中组部的这个指导下，在各个部委的这个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跟上海市共建成立了这么一个单位，叫做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目标呢，就是要做原创性的研究，来去应对我刚才说的这些农业方面的、环境方面的挑战。我们目标呢，这个中心目标呢，就是要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要建的一流研究中心呢，必须有第一位的人才，所以呢，这是我们几年来引进的一些研究组长，20位研究组长，有将近一半都是非华裔的，这个外籍人士，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地方，要做原创性的工作，要做一流研究所，需要我们这个全国各地人才，需要我们很多的海外人才。也需要世界其他国家的非华裔的人才。看一下，我们的中心呢，做了各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今天介绍2项，第一项跟这个技术有关系，这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这个技术，这个不像任何其他技术，唯一的一个技术，三年，基本上接到3年，在科学杂志上每年都被评为世界科技10大创新之一。这所有方面的科技创新，生物医学也好，物理也好，化学也好，各方面创新，这个突破，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技术。看下一个，这个技术呢，它的这个应用特别广泛，有很大的潜力，但还刚刚开始。它会影响到不光是这个生物医药，还有农业，还有环境，还有生物染料，还有材料各个方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重要性。有这么一个小伙子，是一个早年这个年轻的时候就移民到跟随父母到这个美国去读书了，叫张峰的。现在 MIT 非常年轻，30出头 MIT 的一个教授，他是这个技术呢，他发展了一个最新的 CRISPR 的 Cas 技术。
这 CRISPR 这个技术呢是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它12年这技术刚发现出来，13年创办了这个公司，今年初16年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可以说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技术的这个重要性。但这是一个正在下一张，正在演变的一个变革。另外一个小伙子，第四位我要介绍的叫韩春雨。这个小伙子呢，他不是宁安大学的教授，他是河北科技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几个月前，就是上个月，发表了一项工作，就是 NDR 的工作，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呢，很有可能取代 CRISPR 这个技术。所以呢，一下子，这小伙子这文章一出来，上个月出来，一下子成了咱们这个千千万万的年轻科技工作者的偶像。这个工作在河北科技大学做的，一个土生土长没有出过国的一个小伙子。哎，这两个碰巧呢，张峰跟这韩春雨都是从石家庄出来的。哎，张峰在小时候出来比较早一点，他们俩互不相识。哎，我跟他们俩都有点接触。所以，但是呢，据我所知，这个技术呢，但潜力非常大，还没那么成熟，现在还没有企业家去找这个韩春雨。按说的话，这个韩春雨这个应该门栏都被他画了，应该是啊，这么一个重要的技术，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在找一个技术能够避开，能够比这个 CRISPR 更好的，不需要他这个专利，但是韩春雨找到了。看一下，但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影响太大了。我们做生物方面的，生物医药也好，生物农业也好，都在用这个技术。但在植物方面，我们也在做很多工作，在中间做很多工作。这个技术呢，张峰用他自己公司了，纳斯达克上市了。低耗，就少用农药，少用化肥，但是呢，又能够高抗，抗旱、抗炎、抗虫、抗病，这么一个技术，这就是我说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绿色革命。这个绿色革命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业。这个绿色革命呢，不光是这个世界需要这个革命，因为人口还一直在增长，土地供应不再增长，所以我们需要这个革命。环境在变化恶劣，我们需要这个革命，需要科学家创新，也需要在座的各位的参与与支持，谢谢大家。江伯南、二等奖王凯、何华、谢林；三等奖徐勇、张福兴、任彦胜、张建宝、江一、吴烨。下面让请获得华侨杯创业大赛三等奖的六位选手上台领奖。有请自贡党中央副主席曹福成先生、欧美陆学会副会长夏永吉先生为他们颁奖。
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华侨华人咨询委员的通知，鄂政发2016/22号各市州县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为进一步提高我省的国际化水平，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聪明才智，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省人民政府决定聘请孙大文等13名海外知名华侨华人专家学者、侨领和重点侨商代表为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华侨华人咨询委员，名单如下：孙大文，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食品和生物系统工程教授；夏小华，南非工程院院士、南非科学院院士；李兆海，美国统计学会会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顾学武，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终身讲座教授，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共益，金通集团董事长朱建康，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普渡大学生物化学系和园艺及园林系杰出教授；王兆忠，法国国家科学院荣誉主任研究员，武汉华工正源光子技术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陈勇，法国国家科学院主任研究员，全法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理事长；施工奇，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荣誉会长，中国侨商会常务副会长，上好家集团董事长；范波，美中合作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智库理事长兼主任；严斌，华彬集团董事局主席、红油集团董事局主席；段燕文，哈药慈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6月17日宣读完毕。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基地，这就是侨务院。作为推动侨资企业转型升级、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新创业、侨商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合作共赢的示范基地，湖北侨务院设在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下面有请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安平女士、湖北省政府省长王国生先生共同为湖北侨务院揭牌。